踩着细细铁棍，让人看得心惊胆跳，生怕一个不小心阿北就这么跌了下来。旁边的另一名阿北远远眺望同样爬上了约一层楼高的鹰架，就是为了看韩国瑜一眼，再拿起手机照相，记录这历史性的一刻。你以为这么爱韩国瑜的只有他吗？爬上围墙屋顶上的还有一堆人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数都数不清的民众，而韩粉们各个动作都一样，就是拿起手机拍下最爱的韩国瑜。不过另一头，即使高度不够高，民众还是要爬上柱子试试看能不能看韩国瑜一眼。大哥，你怎么爬这么高啊？是不是没办法进不去啊？爬这么高看得到吗？看不到啊，看大联盟啊。不会啊，刚刚已经很多人了。挥舞着小旗帜，这位韩粉爬上围栏，小小空间也不放过。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怎么会爬这么高啊？看得严呐。为了看韩国瑜是不是？对对对。记者在的位置是在韩国瑜大旗山造势会场的这个路口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现场已经挤满了人潮。现场一万多人的场子，寒风来袭，引来近三万人挤进现场，支持民众热情程度不分场内场外，主办单位更是提前在外头架设投影大荧幕跟投影机，规模可比演唱会的摇滚区，让韩粉在场外也可以看到场内精彩情形。看来韩粉旋风一点都不容忽视，记者综合报道。